这个大哥是个反油猫，他本身性格是真的是非常胆小的。以前他特别喜欢躲在这个缸里边的阴暗的角落，等我关灯了或者别的鱼都睡觉了，然后他才敢出来吃那个别的鱼都吃剩下的这些鱼食。因为我这个缸啊它太高，然后里边水流太急，这个鱼食很轻，下落速度慢，它就容易被这个水流吹得到处都是。我怕这个缸里边这个底层鱼它吃不到东西，所以才放的这根管子。我刚把这个鱼食倒到这个管里，一头我就看见它一张大嘴就把那个喂食管给堵上了。自从学会了这招之后，胆子也大了很多，这个管子就成为它干饭的专属吸管了，然后也变成别的鱼都得捡它吃剩的吃了。